如果您正在寻找有关如何成为照顾者，以及您可以使用哪些资源的资料，请浏览 caregiver.org， 你会找到有关健康和疾病的资料单和影片。您还可以了解管理日常护理、财务规划、与兄弟姐妹一起工作，以及许多其他主题。我们的自我保健信息和资源涵盖悲伤和失落、健康、放松和冥想，以及压力管理。我们还提供有关护理主题的免费研讨会和课程。要了解更多信息，请立即浏览 caregiver.org。